Good evening, everyone. Happy New Year. 我看新的一年要来临的时候，大家很开心。可是今年大家特别开心，因为这是自疫情开始的时候第一次能够完全放松措施，我们可以恢复所有的活动，这个全面的迎接和庆祝新的一年，对吗？对，棒。所以今年可以欢聚一堂，大家喊的话也比较大声所以在这兔年里我要祝大家在事业上，在学业上突飞猛进，也祝你们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3、2、1。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